当你的皮肤开始干燥，不管是你或者你的医师，一定会建议你用保湿乳液，对吧？然后因为这二三十年来敏感肌越来越多，所以开始在医学界流传一种说法，就是说越简单的保养品风险越小，那逻辑上是正确的。什么保养品是最简单的？就是凡士林嘛，你知道所有的乳液它的基底就是凡士林。那基本上乳液的结构，任何一个乳液或乳霜的结构，它就是水、油跟乳化剂。那最常见的油就是精纯凡士林。那谈到精纯凡士林，这里头就是我们做肌肤监测跟一般的皮肤科医师们最大的争执点。单纯就精纯凡士林来说，它确实是无毒的，但是我们在使用凡士林的过程中，我们做过，如果各位去看我的 blog， 我们在做过一个用凡士林跟空脸跟那个食用油就是橄榄油的使用比对，然后就按摩，连续按摩几分钟几小时以后的结果，你会发现凡士林有一个问题，就是凡士林它最终会堵塞毛孔，可是食用油不会。那堵塞毛孔这件事情乍看之下没有什么关系，你可以想象你的皮肤被堵塞了，那也许你的毛孔可以把它吐出来，也许你的毛孔没办法把它吐出来。那如果你的毛孔没办法把它吐出来，那凡士林塞住你的毛孔，就是你自己本身的代谢出问题，你不能自己出油出水，后续的乳化就会出问题。你使用乳液的目的本来是要重建你自己的酸性保护膜，重建你自己的乳化行为，就是水加油的乳化，但是因为你用凡士林堵住了你的毛孔，使得你自己本身的油脂不再产出。那如果有一天你把凡士林移除了，可是毛孔里的凡士林还是塞着，那你自己不出油，你就会发现你的皮肤擦完凡士林以后其实更干。这就是我们在肌肤监测里面发现的问题。讲完凡士林以后，我们回到保湿的基本原则。保湿的基本原则就是你必须先给它水，你把它想成一堵墙壁好了，就是说我们要先在墙壁上喷水嘛，那喷完水墙壁就湿湿的，然后这时候你就要涂一层油嘛，那这样墙壁的水才不会蒸发掉。其实我们的角质的概念，保湿概念是一样的。那凡士林就是作为外面那层油，那你可以用凡士林，当然就可以用猪油，你当然就可以用椰子油，你可以用那个橄榄油，你可以用苦茶油，你可以用任何油，所以理论上所有油脂都一样。但是我们在监测过程中，我们发现食用油，不管它是椰子油或橄榄油或者是苦茶油，它塞到毛孔以后，它慢慢的它有机会被毛囊里面的细胞所吸收代谢掉，可是凡士林不会，所以我们才会放弃凡士林使用食用油，这是第一点。那在使用食用油的过程中，我们又发现了一些比较有趣的观察。橄榄油不知道为什么它的活性就是比较强，也就是说当你使用橄榄油以后，有些人会出现排异反应，那有些人会出现脱皮的现象。那这种情况在苦茶油然后在其他的植物油包括大豆油里面我们都没有发现。那这件事情到底好或不好，其实之前是有争议的。我们使用橄榄油做肌肤监测已经快差不多20年，那20年来不断的有人在争议橄榄油这件事情。但是这件事其实很好玩，第一个，如果你去仔细回溯人类的历史，从埃及艳后开始一直到地中海所有的人，大概其实大部分的护肤都是用橄榄油，这是一个很常见的东西，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我们在使用橄榄油，我们最多的使用橄榄油的患者到现在已经用了10来年了。10来年的时候，他一开始确实产生一些皮肤的干燥现象，可是到后来就没有。那没有的情况下，我们不断的观察他的皮肤的纹路越来越好，也就是说我们发现他的皮肤其实恢复到健康的状态。所以橄榄油会不会造成初级的排异反应？会，这确实会，而它确实也是后来是皮肤是好。所以跟各位分享一下最近的一篇中国大陆的做的研究，大概是2016年2017年做的研究。他们发现说，如果你要重建皮肤的酸性保护膜，你要重建皮肤的安全屏蔽，有两件事最重要。第一个，你要给它足够的锁水，所以因此这时候你可以给它油霜，就我们前面讲到凡士林或者椰子油或者橄榄油之类的。然后第二个，你要考虑到这个油霜的真皮水分散失，就是 TWA 值要足够。如果你完全把它密封，不让它任何散失，它其实也没办法重建。因此那篇文献也有讲了一个很重要，就是说如果你能够维持足够的锁水，可是又维持良好的透气散热性，你的皮肤的重建才会很好。这应该也支持了我们这10多年来不断观察到橄榄油的结果。因此在这集的后端，大家在讲皮肤保湿的时候，我们给的建议是这样的，就在逻辑上
凡士林确实是无毒的，是单纯。可是如果你考虑到生理的部分，我们会建议你用食用的植物油。那其中我们最常用的是橄榄油，那因为橄榄油在代谢的方面有比较特别的效果，然后这就是我们今天跟各位做的锁水保湿相关的建议，谢谢各位。